南韩亲往台晚宴，总统文在寅款待美国总统川普，还请来男团 XO 助阵。只见伊凡卡秀的甜美 ，XO 送了签名专辑给伊凡卡，让伊凡卡瞬间化身迷妹，还和美国驻韩大使以及 XO 自拍，成为场边最美风景。Thank you, Prime Minister Abe, for hosting the G20 summit. 身穿粉红色洋装的第一千金伊凡卡，这一次带母出征，和川普一起出席大阪 G20 峰会，在以男性领袖为主的峰会上特别抢眼。尤其是当伊凡卡走过各国领导人的面前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，引起不少网友讨论，果然是正妹就是姐。还有人说 G20 峰会的唯一共识可能就是伊凡卡真的很美。而川普南韩行另一大重点就是要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say hello。 If Chairman Kim sees this, I would just meet him to say hello。川普透过推特邀金正恩在板门店碰面。川普说这不是一场峰会，而是短暂的寒暄会见，引发外媒疯狂追问。因为川金两人上一次在越南会谈破局后，美朝关系就此冷却。He follows my Twitter. And he does. It's very hard. Yeah, I guess so, because we got a call very quickly.面对记者追问，川普没有正面回应，还说金正恩有看自己的推特，表示和金正恩的会见正在磋商，要大家等着瞧。如果这一次会见成型的话，将是史上第一次南北韩和美国领袖三边会谈。不过金正恩和川普向来都不按牌理出牌，这一场闪电会晤能否成型，各界期待。三立新闻赖颖宏报道。